Timo 的妹妹，然后来教大家一起怎么玩，怎么玩这个斗地主。对对对，还有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，左下角下载，右下角下载来挑战。左下国是什么？左下角。右下国啊，右下角。右下角。露出脸都红了，家人们。脸都涨得通红，你这广告，你这不会打着还在那里看。右下角，看见我手指的方向，看到没？手有个小手柄指着的，哎、指着的点开。我一直左右你有点不分。没事，我爸左右不分啊，大家不要跟老人计较啊。比如我爸今年快七八十了，多少岁了？你看着是差不多嘞，快六十岁是吧？啊、哦，这么年轻啊，看不出来耶。你怎么看着像那个快七十了？来，大家继续来挑战。我爸无语了。你还是让他们来挑战吗？是吧？是啊，来继续挑战，匹配成功。来了。好的，我们的平板以上，大家是左上角，福袋在左上角。哦，左上角。游戏在右下角，知道吗？啊，记住。咦，这一把推荐的牌型是横扫六合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这个 不要炸啊，先打一四，先不炸，我爸说先打四，我们听他的，毕竟上局他抽到了王，直接让我们赢得了胜利啊，我们这局听我们的，别人打六六来再炸，听我们军师的，听我们狗头军师的，你炸了过后再炸，就过一炸，好的，行，我们这一局这个牌还不错，直接四个六是不是？七打七，七，这个牌真的非常的棒哦，你们看看。不要服，不要服，绝对不服，直接过，直接给他过，没错。别人打六了要炸啊！什么炸！哇！再炸，再炸，连炸，对，再连炸，哇！天哪，这是什么运气？现在就过炸，这个没有，这不能，这必须打出去，打你服不了的，不知道吗？你的牌都没落掉的，打出去，牌都没有那个听牌，还在那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这是副牌。啊，服牌，现在就可以，你服吧。我爸说胡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好多，江眼似火，没有好多豆豆，你就想把他们的赢完？他们没有好多豆豆，你确定啊？确定这么就胡了？现在不是，我要做大做强啊！你点一下，看这个是多少倍？看只有十九点二倍，要红色的来的倍数高一些，看到没有？看到。继续炸，炸，四方祥瑞。四方祥瑞，六星炸带对子，不错。红色的牛来了，可以扶牌，知道吧？红色的牛来了，但是为了做大做强，继续炸都可以，没问题。因为普通牌过后，每个单张就变得很大了。没问题，知道吗？假说炸上十炸或者十二炸了过后，炸。我们能炸到十二炸吗？总共不就十张六，还有十二张六啊？可以炸。四摸六星炸带对子。但是现在你胡牌了，就王就不能炸了。行，胡牌了就不能炸。六星炸带对子，胡牌了，这几张牌就不变了。你看，点这个灯牌就是看，你的六哪些倍数高？看到没？黑的两条六，胡牌倍数很低，红的倍数要高一些，跟那王是一样的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别人自摸了，五红四海，才八十四滴，也不六星炸带对子，七是这个倍数，看到没有？这些都倍数都有。五牌是谁？梅梅上的嘉年华，梅梅大气，谢谢梅梅。五牌，横扫六合，比心，炸，四方祥瑞，自摸，自带两对儿。好，行。来，大家翻一下，大家翻。翻牌，一二三四。大家选一张。选一张。来，你来选一张。现在来，我来就不行，我这运气很炸呀。啊，我来选，你来，我相信我爸，你可以的。哎呦，选二合四，选二合四啊！谢薇薇的抖音飞艇，二合四，这是我师傅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师傅，来观摩我的这个牌技了，你好好玩，知道吗？胡牌，江眼似火。倍数还不高，这是亲爹在旁边。带三张，哎，又来了，两把连炸，炸！哇，又来了一个！哎，不好，这个你看，想不想把他们一下搞光？想把他们一下搞光，怎么搞光？炸，都不服，那必须得给他们把他们豆豆全部一下搞。再炸，七炸了，六炸带对子，炸！现在红色的你恢复，哎呀，继续炸。对，反击炸，这把我们牌好，而且还五十五张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非常有机会做大做强。嘿，
维维来学技术了，是的，我看一看一下，你这是叫至尊八喜牌，是威乐的地图。这个流就在右下角的小手柄，四张六，你先下载。我在这打广告呢，你在这一直在这做对着说，老子想一坨子给你。炸！哎呀，跟我抵着说，哎，气死我了！胡牌，娇艳似火，你打呀！不是鼠标拿在手上了吗？三张。哎，这个我给你扶。哎，不，我来扶。你看这个分数特别高，你看嘛，全部起立了。哎，他们没有，真的，他们没有多少豆豆，你这个，哎，全部起立了。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红色的是2000多万倍。天哪，好厉害！黑色的倍数低一些。是咋回事呢？刚才不是我点那个灯泡看了的吗？嗯，可以。天哪，我们这一下子让他们全部起立了，不愧是我爸。本身他们没有多少豆豆，你用不着炸那么多炸。哇，了不起，这个精准计算。假如别人豆子多，怎么可以把它全部炸完？如果豆子不多的话，我们就看着他们来，是吧？反正把他们炸个精光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就是炸个精光就行了。对，继续给大家发平板吧。哎呦，我爸真的还记得，我们这平板还没发完呢，还有3分钟。看吧，倒计时3分36秒。平板还有3分多钟，大家关注抽奖。在哪里呢？你在福袋在哪里？左上角抽奖。左上角福袋，右那右下角。右下角是什么？喜欢这个游戏就下载来挑战。嗯。就大家也可以平时在这里面玩斗地主，欢迎来挑战，休闲娱乐就平时没我在说话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插嘴啊？这样叠着说真的很累，行吗？好。哎，你说这个游戏平时一般什么时候玩比较好？斗地主，你平时什么时候玩斗地主？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没事的时候，就是还有在家里是吧？一个人无聊的时候，真的可以。这个我爸玩这个游戏玩上瘾了，天天玩。他在我这玩玩，他就自己躲在房间一直玩。至尊八喜牌确实，这连续3天我都在玩。玩上瘾了是吧？啊，真的太有瘾了。比那个普通斗地主有瘾些，有瘾一些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么有瘾？他那个炸的让你很爽，是吗？想挑战那个更高的倍数。嗯，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好奇心嘛。想挑战那个最高的倍数。真的，那我们就所以要做到最强。你刚刚为什么要小牌你就胡吗？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我们下一次就服了。火速转移话题一下吧。来了一个冲蛋蛋。我们让挑战者多玩一会儿吧，假如碰到好牌。行。来，走起。这一把我们做什么牌？好像是 K。现在还看不到。克隆前，克隆后。克隆换了了。哎呀，还给换了。又是六，又是六。横扫六合。横扫六合，横扫六合。横扫六合。横扫六合。炸！你很横啊。下家的牌很好，你看到没有？下家的牌还直接开始炸了。我们这一把要做炸了，三炸了，要做6666哦。我跟你说，每次有6666的时候，我感觉运气都是很好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666，上天在告诉我们这一把必须666，六的飞起。你看，来了吗？不要炸，打九。那肯定不炸，我们直接打九。别扔六，打来再炸。把多的牌打出去。对，是吧？九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问题。还打九。圈来个六，来个黄，要么王来个六。来把打了不？打吧，打了，先不炸是吧？不炸，等别人打出来了，因为还没有人复牌。如果有人复牌了，你就要炸。行，因为别人打六出去，他复牌你就炸不打，跟着不打。炸！哇，我的个妈！再炸，连炸！天哪！好，哎，抽牌来，这个非常的关键，这个抽牌说不定抽到个六或者王。没错。你选啊，我选什么点儿吗？你们说小玉选，小玉选，你们说快点选几快点，1234选张牌，选三，冲，炸，天哪，来，我直接打了，打出去，天哪，爸爸，你这个手气，你看四张只有一张是六，你被你选到了，你看他们都说选三，弹幕也说选三，你们真的是天选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
真的太棒了，好厉害。九，现在可以胡牌。现在就可以胡牌了吗？为什么呢？这么快，我们才炸三炸。炸三炸，因为别人打了可以胡了，你不是胡胡胡嘛？为什么嘛？你不管，你自己摸得到，你依然炸，没有关系。我为什么不管呢？你自己摸得到，依然可以炸。哦，自己摸到依然是可以炸是吗？对，别人打了，因为可以胡了呀。行，那我就胡了。胡牌，六星炸带对子。这一次，这个红六、九、黑六都是一样的倍数，因为你是炸的花牌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假说你下面炸的是黑色的，六星炸带对子，黑色的倍数就高些。嗯。假说下面炸的全是红色的，胡牌，哎，我胡了。江焰似火，红色的倍数就要高些哈。这个要炸，炸自己摸的一定要炸。倍数就变高了，看到吗？自己摸到的一定要炸，知道吗？自己的牌型，六星倍数就会，现在你的倍数就会变成38.4万倍了。可以，非常牌，江焰似火，别人打七了也恢复，所以说要连续狠狠的炸。六还有四牌，你先别忙看牌了，我们看他打了什么好不好？这是别人给你打的。你先点出去，看一下胡牌，六星炸带对子，下一次知道吗？六星炸带对子。二六星炸带对子，两张加三二一等于多少吗？二三二一，六星炸带对子，二加三加二加一等于多少？来，就这，告诉我，二加三加六星炸等于多少？对子，炸，这个要炸，炸，炸，对，是不？五炸喽，江焰似火，五炸喽，五炸喽，好，只有四张六了。